我们家警察被供销社的销售专员全管保了。警察！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侦查，尽快侦破。谢谢，谢谢。算盘，咱们这次损失了多少钱啊？20000只小肉鸡，5毛钱一只，8块。5000多斤鸡蛋，5000多块钱，加上饲料钱、育苗钱，25000。完了，这不但是咱们几个的全部家当，还有咱们欠供销社的钱呢。追这笔钱一定需要时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剩下来的那部分鸡，他们的饲料问题。可咱们现在哪还有一分钱啊？明娥不是刚给了咱们3万块钱吗？那不是我们的钱。我知道你做人的底线，咱现在不是遇到难事了吗？就当咱们借他的，这事情过去了，咱们就还给他呀。如果今天阿强不来呢？如果没有林娥的离婚申请书，我们就不结婚了吗？我一定会娶你的，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解决。我打算卖掉一部分肉鸡，解决饲料的问题。可是咱只能卖给供销社，不能私自贩卖。会被抓的。是啊，到时候可不是像卖黄瓜那么简单了，咱这婚更结不成了。想，都是问题。